目前正在全球热播的亲子户外真人秀节目《爸爸去哪儿》第三季，将于7月24日本周五晚间，在天下卫视国语一台晚间9点、粤语二台晚间10点，还有无线三台晚上9点与中国同步播出。这个节目是由李瑞主持，嘉宾是由刘毅父子、邹市明父子、胡军父子、林友健父子，还有夏克立父女，共5对明星爸爸以及子女参加。这期的《爸爸去哪儿》的萌爸萌娃们，除了完成了各项艰难的任务之外，还要克服种种的困难。《爸爸去哪儿》第三集通过了72个小时的户外体验当中，单独照顾子女的饮食起居，展示出了一部生活教育百科全书。敬请准时收看。大家都叫我什么？我活科。爸爸说的最多的一句话是什么？夸我。我妈总说我爸很帅，可是我觉得他像个猴子。昨天你对你妈的态度对吗？谁猴子？我的爸爸叫大肉包子。哎，一个肉包子怎么可能修好一台车呢？我的爸爸叫宝哥，他经常欺负我。好儿子。哼，少来，我会把你挂在树上。You are my sunshine, my only sunshine。我的爸爸是个老外，这是我的傻爸爸。爸爸去哪儿啦？世界那么大，我要带你去看看。准备好了吗？火力全开！QQ 星《爸爸去哪儿》第三季7月即将播出。